好啦，嗱，各位今日咧小弟又唔亮相住咯喎，原因咧就今日就主要系感恩时段，咁啊就都简单啲啦，咁因为都好多则啊，要同大家分享，咁当然都有个主要话题嘅，咁另外咧又到新栏目会可以预告俾大家知嘅，叫游清源。當年情就即將面世嘅啦，咁希望喺十月初咧可以同大家見面啦嚇。咁而家仲係做沉澱緊好多嘢。呢個當年情咧就係講緊小弟對香港嘅情懷咧，由小弟嘅成長啊，啲接近60年嘅成長咧，就希望可以帶出咗香港過去呢60年嚟，大家好珍惜嘅一啲嘢，或者啲香港價值啦嚇。容後再詳細同大家講。今日咧，今集都仲有啲主打嘅題目嘅。個主打題目就係當今世上關乎中美兩大超級強國嘅之詭異現象，係好詭異嘅嚇。呢個之詭異嘅現象有幾詭咧？係講咩咧？就是这个世界越来越似这个 Avengers 4 Endgame， 即是这个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这样。什么意思呢？就是整班 Avengers， 整班复仇者 Iron Man 啊， Spider-Man 啊，黑寡妇啊，鹰眼好像 Endgame 比较少见，美国队长啊，诸如此类呢，要联手，最初在这里大家鬼打鬼嘛，后面就联手了，对付这个宇宙新霸王，最打得的是不是叫 Thanos 那啊，即是那个巨人这样的呢，就但是结果就慘啊！雖然打得贏，但結果都俾呢個 Thanos 咧揾到曬嗰6粒聖石啊！嚇，佢好巨型嘅手套嗰個咧，然後睇唔得到手指先嚇，然後就得一下手指嚇，戴住個手套得一下手指，就毀滅到全宇宙一半嘅生命。哇！勁啊，應該勁到冇朋友啊！各位，喺現實世界裏邊。復仇者聯盟咧就係，可以用咩代表？但係以美帝為首嘅西方列強啦，係咪？咁至於宇宙新霸王Thanos 咧，係邊個咧？當然就係 PRCCCP， 你中意點叫都得啦嚇，就偉大祖國，總之好偉大嘅祖國。事實上，不認。还需认，家下嘅世界局势咧，一方面，就系以美帝为首嘅西方列强，正系一齐喺度谂紧度紧好很多奸计毒计，去对付伟大祖国，岂有此理，打实佢啦。而另一方面，伟大祖国咧就越嚟越似系咧1900年以慈禧太后为首嘅大清帝国咁样，12分之敌视西方列强，想抢我位，你想捧江水，你想乜，岂有此理，打实你咁。以此咧就同呢个义和团，最多叫义和拳啦吓，神拳无敌噶嘛，刀枪不入噶嘛。以此啊同义和团咧就好似干柴烈火咁，一拍即合。合合聲啊，即合一聲啊，就著曬火，合一拍即合啊，就著曬火。即係咧，慈禧太后好啊，義和團又好啊，都係有極之狹隘嘅排外心態。呢一種咧，你可以叫狹隘民族主義，但係都係主要排外啦。乜都賴曬鬼佬啊，乜都賴曬啲西方列強啊，都賴曬啲外國勢力。咁似嘅嚇，講緊咩咧？係咪幻覺嚟嘅啫？咁當然啦。伟大祖国大把货，真系惊都未惊过。伟大祖国大把货，真系惊都未惊过。伟大祖国大把货，真系惊都未惊过。重要嘅嘢要讲三次嘛。而伟大祖国嘅对策，查实有好多好多好很多，仲多过华南海鲜批发市场里面嗰啲野味，嗰啲咩穿山甲啊、果子狸啊、山猫啊、舟山蝙蝠啊，哇！舟山就系777嘅家乡啊，专出蝙蝠啊，你话死唔死啊？我哋都整咗只蝙蝠俾我哋叹啊，不过唔系蝙蝠侠嗰只咧吓，系中国蝙蝠咧。嗱，咁啊，即系多计。冇計，隨便舉幾個例子你俾大家睇啊！譬如最近發生嘅，揾96歲嘅基辛格呢只老狐狸咧，就去幫偉大祖國吹和風，因為中國人民都老朋友嘛，吹和風，話唔會打你嘅，10年之內解放軍都唔會攻台嘅，咁咧令你咧輕敵，令你放鬆警戒啊！咁啊一個唔過意就射你啦！如果啱啱就又去呢、這個。
台南附近的房屋識別區啦，飛去呢次仲有空中加油機添，越玩越大喎、哦！喺空中加油即係要續航啦，繼續飛埋嚟啦，係咪咁啊？就咁啦，咁啊，即係總之令美帝啊、台灣都鬆懈啦，咁咪中計咯。啊，最好似話咧玩分化、揾對沖，即係好似話同東盟建立呢個戰略性夥伴關係啦，企圖俾啲 Jackson 東盟叫佢哋咧，喂喺南海識做啲啊，我又唔會搞你嘅。雖然九段線啊講就講得好嚴重啫，你都可以。出去打魚，好似菲律賓啲賓仔咁，係咪？啊，雖然賓仔都好惡喺嗰次，係咪？阿杜特爾特都要扮下惡噶，就嚟選舉啦嘛。啊，總之咧，企圖喺南海造成一啲既成事實，啊，亦都玩分化啦。你想喺南海度吹雞嘛？我唔俾你吹雞。好啦，跟住咧，最近亦都因為咧彭帥事件啊，因為咧即係咧杯葛北京冬奧事件咧越嚟越犀，即係北京冬奧咧嗰個趨勢越嚟越勁啊，嗰陣風吹得越嚟越猛啊！咁咧就需要揾瑞士啊，瑞士咧 WHO 也係世衞啊，又喺嗰度，有好多喺嗰度咧。呢個 IOC 個奧委會都喺嗰度好似。咁啊，同瑞士咧一齊講話，我哋瑞士係因為冬季奧會嘅大户嚟嘅，滑雪啊嘛，係咪好多嘢噶嘛？咁啊，揾埋瑞士一齊話，唔好搞咁多嘢，唔好咁政治化，體育唔好政治化，係咪啊？你話係咪先？嚇咁樣啊，嗰樣嘢下又係啱，係你實啱嘅，揾政治化，即係個個都動。而家都唔係政治化，阿彭帥係講緊 Me Too 啊嘛，政咩治咩化啫，係咪？呢個係權力尋租、權力尋勝啊嘛，大佬誒，人哋係咁玩啊嘛。另外就係、是、偷哥越嚟越勇武嗰班戰狼啊，四眼戰狼趙立堅啊，以至一路上去咧，就去到呢、這個王毅啊、楊潔篪都係咁啦，就進一步強化民族主義。即係最經典嘅例子，自然就係楊潔篪喺度講：中國人不吃這一套啦，中國人不吃這一套，吃邊一套啊？吃避孕套喺度傻噶，安全套。好啦。當然啦，與此同時，唔少得嘅就係滲透啊，啊唔係就係、是、透過鬥啊馬雲啦、啊，等等呢啲巨富咧，去強化民粹主義。民粹主義咧用俾偉大祖國用咗咧，就唔就係、是、主要嘅就係話揾一啲討好民眾嘅政策去，從而咧去推行自己一啲其實比較專制、比較偏執嘅一啲國策。咁樣嘅，你呢一種民粹主義啊，民粹主義都好多種嘅嚇。最初原先個立場就唔係咁差嘅，越搞越大鑊啦。嗱，不過呢招數就近啦，但係呢招數咧就好似咧，只會令到問題更加惡化。咩意思咧？即係只會令到咧同美帝更加對立，或者同西方列強更加對立嘅啫喎，係咪咧？一定唔係啦，除非係。唉，即係一定係要咁咯，係嘛？好啦，嗱，今集咧短短地就講完嗰、那個主打啦。咁啊，而家要感恩時段特別版嘅啦。咁裏邊都有好多好發人心省嘅留言嘅，咁所以都好希望大家有時間就聽一聽啦。咁首先要多謝咧長期支持者傻炮啊，佢又寄咗張入數紙嚟，仲寫咗幾句説話嘅。啊，首先多謝你仲係咁支持啦。佢話：親愛嘅遊生，你好啊！近日你的 YouTube 背景和過去幾個月都有些不同，本人就覺得有新意的。他說我就覺得你現在是比較比以前是輕鬆了一些了，拍片講說話都即較為揮灑自如了，生動鬼馬了。多謝你先，他現在附上一張入數紙作為小小心意支持你，再一次多謝你，祝身體健康，生活愉快。傻炮，傻炮都祝回你，回贈給你，回贈給大家，大家都身體健康，生活愉快，事事順利，百無禁忌啦。好啦，咁啊講下 YouTube 嗰啲留言咯，由11月23日開始噶嚇，一路幾日幾日嗰啲唔詳細講啦，盡快啦，唔阻大家太多時間。第一位咧就 HA 啊，咁佢話清少，你真正係香港新聞界嘅傳奇人物，保重保重，不敢當不敢當，唉，邊係傳奇人物呢陣啦，邊係咧？不過真係好多謝你嘅關心啊，總之大家都要保重，留有用之身。等機會再起風雲，共勉。另一位就係佢一模一樣，佢話真人或者齋相都冇問題嘅。嗱、啊，所以今日咧就係相都冇啊嚇，就係、是、得個即係百五郵報 at patron 嗰個網址啊，同埋其他欄目啊，同埋由清源當年情即將面世呢啲咁嘅
字眼喺度啦，希望大家唔好太介意數得滯啦嚇，因為 One Man Band 我亦都係 IT 盲咧，做係只可以喺能力範圍就係做咁多啦嚇。佢話真人或者齋相都冇問題嘅，我哋要嘅係清哥嘅真知灼見，亦都係唔敢當，唔敢講真知灼見啦，生知灼見就差唔多嚇嚇。總之盡力而為去揾多啲資料，沉澱多啲，同大家分析，同大家拆局，同大家批判一番啦。啊，跟住佢話：不過啊，如果青哥你有鬍鬚或者有睡衣嘅相咧，我哋都唔介；有睡衣嘅碌咧，我哋都唔介意喎，唔 grey 嘅喎。哎呀，真係揾日咧，真係咧都揾個咁嘅樣嘅，見下大家都好喎。啊，著件 T 恤啊，唔唔覺得唔得啦。啊，著件露點嘅透視裝去俾大家見下，講少咋，我都唔敢啊，你敢我都唔敢。另一位 S 張。阿游生，有冇機會揾一集咧邀請你太助出聲 crossover 做節目咧？去讀佢專欄咁多年，未聽過陳小姐把聲嚇，仲未咳信報訂閱，係因為要睇麗都美食。哇，犀利啊！我係長期讀者嚟噶，咁樣啊，同埋兩位會唔會開個 Facebook 非粉絲專頁咧？啊，咁樣啊，小弟呢啲問題都問過太助嘅，佢話咧得，不過咧《萬遊報》嘅訂户有100,000咪得咯。哇，開到咁大，哎呀，咁樣啊，咁我唯有再盡下人事，再勸下佢啦，因為小弟係一個小男人嚟嘅啫，就啊或者比人少嘅男人咧，咁即係喺太座面前咧都唔敢太大聲嘅，咁所以咧就揾機會等佢心情再靚啲啊，咁睇下有冇辦法咧就夠唔夠客串講幾句啊嚇，就係咁啦。咁其實咧我太座以前咧就錄過唱碟啊，諸如此類，聽把聲咧都唔難嘅，有機會嘅嚇、啊，你可以揾一隊樂隊叫幕後玩家，喺 YouTube 要揾到可以聽到佢把聲嘅，好好聽噶唱歌，佢唱歌好好嘅。好到咧唔肯俾我一齊陪佢唱 K 嘅，我影衰佢，即係咁樣啦嚇。即係我唱 K 就有啲周星馳 feel 嘅，咁大家都見識過啦嚇。咁所以都冇怪佢嘅，怪自己啦嚇。好，另外一位。SNNGSN 嚇，個袁兄轉用咗白光燈之後咧，牆上面就呈現咗多條裂痕喎。啊，如果多幾條就好似閃電咁噶啦，係一種藝術啊，都幾好啊。哇，係咁樣，我整多幾條落去好冇咧嗬？哇，係業主鬧屎我啦嚇。總之多謝體諒啦。仲亦都覺得你講個閃電咧，你唔講啊唔覺啊，講好覺。咁個閃電意象又好正喎，可以令人聯想到咧啊個魯迅咧嗰句詩喎，就係於無聲。聽處聽驚雷，哇！平地起驚雷，就係而家香港人成日都會 looking for 嘅嘢嘛，期待中嚇、啊、熱盼中嘅嘢嘛，係咪？好啦，另一位 SU 個台灣成功喺立陶宛首都設立呢個台灣辦事處，睇嚟其他國家都會仿效噶啦。都寫大大就會激到七孔流精，如果大大有嘅話。啊、就會啦、啊、除非冇啦嚇，哇咁冇啊大把，不過七孔流精呢家嘢咧個畫面都幾日本 AV 嘅，因為大大變咗即係蒼井空，即係咁搞嘢流精喎，即係個口流之外咧鼻哥窿都流喎，咁點搞耳仔窿都流，眼窿眼淚都流，咦？呢、這個畫面真有啲搞嘢喎，不過我都好期待。另外一位 ML。他說明年歐盟必然有其他國家效法立陶宛一中一台的模式，真的要多謝豬頭的 戰狗外交推動新台灣入世界咯，就你不用說什麼、啊、剛剛波羅的海三國已經在台灣和蔡英文在那裡吃著鳳梨酥了，是吧？那看怕波羅的海另外兩個波羅包和波羅油呢、啊、都會跟隊的了，是吧？嗯，犀利啦！咁另外，PK 五，哇 PK 啊，你叫做 PK 五，佢哥你啊食得和米多啦，腸胃唔好啦，飆 shit 都有可能啊，哇飆 shit， 哇係咁重口味，話是話，即係講開又講啦，咁你阿兄台定咩咧？阿小姐啊咩都好啦，唔知啊男定女嘛，啊大姐話靚女啦嚇，靚仔。你認為啊，佢會喺邊個器官度飆血咧？啊，真係好難講嘅喎，家下個情況係咪玩大佢啊？另外一位 FENG 啊 fan 啊，佢話
呢句说话伟大祖国大爆破，惊都未惊过，系非常咁动听嘅。每一次都听到，我好中意 like， 哇！所以叫小弟今日咧就加码，一次过讲三次，伟大祖国大爆破，真系惊都未惊过，咁样啊，算系咁啦，系嘛，老友鬼鬼。好啦，另外一位 M L Choi。他說波羅的海其他兩個國家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和立陶宛一樣都是會設立台灣代表處，是英雄所見傳統，和中共的外交由大使館就降到代辦處，無所謂，反正他們有歐盟有美國撐腰，聽說立陶宛因為這樣還拿了冇講咁多，即刻攞咗6亿美金貸款，嘿，何樂而不為啫？咁又係，同埋小國有小國好啊嘛。第一，立陶宛或者幫的嗰三國咧，佢唔使依賴；第二，佢細啊嘛，要轉型咧，即係航空母艦轉個彎都慢，你快艇仔或者三板仔，你轉個彎都好容易。嚇、啊，其實香港都應該效法下啦，細有細好嘅 ，small is beautiful。你小的時候，你轉駁就容易，轉態又容易，轉型又容易，嚇唔使好似七七七咁咧，好似乜都要奶奶共咁樣啦嚇，共奶奶共啫，唔係奶奶講，冇搞錯。另一位就係叫黃氏，佢就話台灣得道多助，中華民國開始復興，誰都多擋不了。哇！犀利，你講原來除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仲有中華民國偉大復興。這個講法正喎，改一隻字就得咯，唔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係中華民國偉大復興。哇！呢樣嘢有數拗啊。好啦，最後一則就係、是、SNU 都係，如果中共武統台灣，跟住咧就會攻佔日本同埋南韓。啊，日本攻到先算啦，不過佢係想嘅嚇，南韓就成日都會噶啦。佢話金氏王朝亦都會隨之瓦解。南北韓就會變成中共特區政府的領土，歷史上就很少，最多都是所謂附屬國，以前首爾叫漢城大家就知道，從此地圖上再沒有韓國這個名字，叫高句麗、叫新羅、叫白濟一笨，其餘亞洲的小國也會紛紛歸順中共，所以美國一定要打，是不可以退縮的，到時印度和歐盟也必定會加入對抗中共。至於俄羅斯這隻北極熊一直都是想拿多些領土，這個是真的，他只要歐盟和美國講掂數，他跟歐盟和美國講掂數，俄羅斯分分鐘調轉槍頭對付中共都說不定。咁呢個咧就去得好盡，雖然有部分嘢我都同意嘅，但係點解要攞出嚟講呢？就係作結咧嚇，用呢一則留言，之唔係咧就想同啱開場嘅時候講嗰啲嘢，就做到首尾呼應咯嚇，首尾呼應好緊要嘅。我開場就係講當今世界咧，關乎兩大超級強國嘅自鬼現象嘛，係咪？所以呢樣係呼應嘅嚇，咁都好希望大家咧可以咀嚼一下。反思一下咧，小弟開場啊嘅時候講嘅嘢啦。咁如果大家真係認真聽聽咧，就會覺得我都會好有信心，真係雖不中，亦不遠矣噶。好，咁啊，今集就講到呢度先啦。咁啊，總之好多謝大家支持啦，亦都再一次呼籲大家啦。你嗰度而家成集都俾大家睇到噶啦，嗰、那個《班米郵報》at Patreon 嗰度咧，就係希望大家去嗰度多多做訂户啦。咁同埋要續期嗰啲要留意要續期啦。如果係覺得想做每年俾一次錢嗰啲咧，其實好方便嘅。你唔識點做咧，就麻煩你寫 email 嚟。email 地址就係 info@post.com 嘅 info@post.com。我哋收咗之後咧，我個 ID 朋友就會解答你哋嘅疑難，或者教你哋點樣 step by step 按部就班咁樣去做到。每年的訂戶啦，好簡單嘅啫嚇。好啦，咁啊，今集就講到呢度先啦。總之好多謝大家嘅支持，有你哋嘅支持，小弟一定會竭盡所能，諗盡辦法，扭盡六壬去繼續堅持嘅。好多謝大家，多謝曬。